个家伙竟然没来找我，他到底在干什么？看来还是要用暴力的方式，他才能乖乖地待在我身边。就让我提前进去嘛，我要找月月。对不起，上一位客人的时间还未到达，您需要在此地停留等待。我有钱，我要进去。我 Sorry, the last guest time hasn't arrived yet. You need to stay here and wait. 我要把这个岛买下来，我现在就买下来，我就是要立刻马上进去。尊敬的客人您好，我们开通了快速买岛流程，您可以享受快速入岛的优待。岛上如有客人，本机构将协助商谈让宾客撤离。没想到你这个机器人竟然有两副面孔。我到底在纠结什么？为什么要那么在乎他？我的目的不应该是让他帮我找到蝴蝶哥哥吗？怎么一切都乱了？躲在这里想你的蝴蝶哥哥呢？你就是喜欢这样的态度吧？松开，跟我去星空房。那两个小子都在海岛上，真是会享受啊。水天一色之下大开杀戒，我真他妈是个艺术家。快蹲下，坤哥现在就开始行动了。坤哥怎么总是提前耍酷？你们蹲下干什么？我就是摆个动作演习，一群熊货。我告诉你们，今天必须给老子找到活的。上岛。是是，特意给你准备的，一抬眼就能看见星星，喜欢吗？星星很美。情绪不高啊。警告警告，有人非法闯入，有人非法闯入。哪个不怕死的居然敢闯进来？月月竟然和他独处一室。哎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两个人又偷偷跑哪玩去了？是觉得跟我一个人一起不够有趣，所以把你的好朋友也叫来了吗？不是我叫他来的。你不是一直都享受这样被人们争抢喜爱的感觉吗？不是吗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